大家好，我是领导。今天又是这个新年歌的花絮了啊！想想一下，也是有点感情了。现在哦，距离华人新年到到50天的时间了，我们现在歌才录完吧？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看 NBA 场景。有什么阴谋？哎哎，这个东西我是要圣诞节送给你的。哎呦，那你是用你的，我们情侣同款。你有什么电动牙刷拿你啊？妈给你发现了。电动牙刷不会用嘞，我也没用过哎。你完全不会咩？我是没用过，讲会哦。我知道你是没有用啦，这种东西。哎，这个很美嘞，它的设计就有点罗马柱的设计。那个啦，而且你握看是不是很防滑？你这手势有点不对哦。这样子握也，这样子握也没有凉啊。来换过去，换过来，是不是很防滑又防滚？是。啊，就是牙刷，看到吧？啊，两个不一样的，这个是 professional clean， 这一个呢是给你 soft clean。你要拿出你的牙刷，你打开，然后你放个牙膏样子刷。这个很简单，看到吧？只要这个头，就这个头样子嘟进去就可以了。看它的刷是不是很美？它是采用那个美国都市 stand clean 的硬菌刷，它特点呢可以让你远离霉菌，你讲放那还不发霉不会臭，像你的牙刷这样每次都乱丢，啊丢完又发霉又臭这样。你这是放霉？还是讲没有啦？我讲的是真的霉。啊，而且你看啊，是99%那种磨圆率，你放在这边，然后你手边一动啊，你开啊电动上这样子牙刷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得掉你一个烦恼，你会告别你的牙龈，不会出血，那香没？为什么功能拿出来这样子？啊，功能呢很简单，你看这边，第一种。拍牙齿，看新年又要到了，我们要拍 MV 要过新年要见亲戚，是吗？美。嗯，像我们这样美白牙齿的话，所以用这个美白牙齿呢，你就可以刷给它变白。第二呢，就可以清洁干净，就是里面那种污垢啊、肮脏在这里面的，你可以给它刷，它就把它刷出来。你看它的毛是那种很柔细的吗？第三种呢，就是敏感，你那种牙齿敏感是怎样，你也不用怕，你可以让它去刷，很舒服的这个。这边呢，你它就可以选择你要跟它这三种选项。这样子还能充电了、哦。看到这边下面这个洞吗？开开啊！里面有个 Type C 的 cable， 下面这边打开呀、啊。充电，你给它充到3到4个小时，它可以用180天。3、6、9、12，它超过半年的时间呢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很方便的。啊，不用怕啊，这个设计呢，全跑智能的，你在刷的时候呢，它可以 auto 控制你的那个刷牙力度，你不用怕多大力。你看这种震动的，这个震动里面可以震32,000到38,000次，你一分钟可以刷那么多次吗？我累了，累了，而且还可以防水。OK， 它的大致上功能就是这样。你不用，其实还有剩下的东西呢，里面有说明书，可以慢慢去看，它里面有讲解怎么去用。OK 啊，可以充电好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先准备讲啊，等我去开 MV 啊。啊，等下我等下再刷了牙就没出门了。你看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，我身为接臂浪呢，就是要下来这个。马六甲。来。乱来，我一定要来一个新山的文化节品看一下，就是蛮美的嘞。你看你这一整条街看过去哦，看那种灯笼吊柱，那边很美啊，新年的气氛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中间跳一个舞蹈，什么舞蹈？这边有个难题是什么的吗？这边车一直经过，如果真的要来这边拍的话，就要早上那种7、8点的那种时间了。7、8点没有什么车，没有什么人了吗？我讲了，我觉得这条街可以，看到有那种红红的灯笼。蛮不错嘞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这边比较好嘞。没有，这边比较好。啊？比较多车。没有，人家都是拍这边很多车，这边比较好。这边不好，那边灯笼太小了。看到吗？还没有开始拍，就已经要开始 argue 了。你知道说这边比较好吗？这边比较多灯笼，比较有新年气氛。哇，一点点，你看吵架，吵架。这个 MV 还没有start嘞。我希望我们拍 MV 那一天哦，天气可以像这样。然后最好拍摄前呢，稍微。哦，稍微别下雨。我们拍摄顺顺利利。这第二个地方呢，我们肯定要来到金山，留下文化历史了。柔佛古庙，耶！哇，我们可以进来看看。
我觉得不可以在里面拍，我觉得外面拍进来比较好。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想一下。啊，你看，尤其这边很多灯笼，一整排都是灯笼，哇！而且你看它的很美啊，那种感觉。我忘记讲，我们这次的心灵歌主题耶，就是要送给荧幕前的你们所有人，还有你们身边人，也包括我们这三个。我们这首歌虽然讲不会很炸，你们 support 一下啊，来大力的分享。对，这是本地的创作。我们这首歌的主题就是要献给现在的人啊，在工作忙碌，然后每天又不懂得休息，又累到自己要傻傻这样。我们很用心的做了。怎样？我们是第一次吗？对，是。哇，像拍心灵歌这样啊！喂，接下来的第三个地方，也就是到时候拍介绍吃鸡扒的。哇，这里呀，小块就这样美了。哇，秋嘞！白天有白天的美。哎，这三个椅子。我们三个可以坐在这边呢。小杨突然就有一个想法，讲我们这个地方会奖牌，你看。哇，谢春阳，哇，陈宝杰，哇，林宏信，大家新年快乐！哇，这个很官方的喂，不是我们的风格好嘞。你看啦，不官方的话要讲。是欠债呢，喂，妈的，不爽不爽见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拍我们玩的部分，让我们拍好去了。林东，不要跑嘛！哎，怎么知道？这个画面突然变成我，我这个身为好 brother 哎，就要帮一下这个。铃咚咚咚咚，轻，帮他找一下 MV 的场景。你昨天去哪里啊？去那边，去这边找了场景，没有一个男的。你看我直接来了一个普陀村，人山人海，不是人啊，哎，是人是人是人。你看第一个心，你看这边的手。到时候我们三个人就站在上面那边唱哦。开开心心最重要，新的一年不热闹。这边我觉得还不错，你再望过去哦。可以拍一下三个人的心。林董你不来可惜啊，那有几个妹妹啊。看到吗，这边不错耶，这边唱歌唱歌一下又可以演武侠片。王安迪看我梦见，对对对，突然出现突然不见。这边我觉得也是可以啊，就要看林董。然后刚才那边有一个观音，那边也是不错，看这边整排也可以。林董，多么的 steady 啊！本公子冒着汗而来，帮你找场景，多么的狗喊！是不是很好看？期待我们的 MV 嘞！到时候拍 MV 耶。这边会拍一个影片这样子给你们看，然后林董可能也是有拍，林董那边的咧，你们不用看看我的，这边也是整排，也是很好看。林董昨天找地方不能的啦，我摄影师后面这个戏呢，我觉得是最好看的，它整条下超好看的，我们早上去找八仔来啊，没有什么人就可以拍，这边也是不错美啊。还有这边这间庙，千手观音庙也是可以，前面那个地方，它的这个门这边也是可以，美不美 ？Ice cream， 老板呢？来吧。看到吗 ？Ending 有没有拍？林老嘿 ，Ending 没人说了。刚刚信息我叫我爸跟你们讲点东西，讲什么彩蛋之类的。哎，算了啦，这样子的。你们刚刚前面的时候呢，是看到林董送了女朋友一个电动牙刷。其实啦，我有偷偷用我老板的。讲真的哦，这电动牙刷真的是比手动好用很多嘞。难怪这么多牙医跟博主都推荐这个电动牙刷啦，连 Jasmine 都夸奖得很好。
根本就是晒狗粮啊，鸡蛋糕。现在圣诞节也要到了，新的一年也要到了啊，你们是不是想要准备什么礼物，还是只要想送给对方，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呢？还是你们有什么牙齿上的困扰啊？你们现在不用怕哦，我的老板他很勇敢，毕竟跟品牌方面拿了一些专属折扣，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观众们。所以你们去下面的评论留言那一边，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买了。还等什么？对了，我要去洗洗了，去玩了牙刷。